功没老，要抬头天高，高声大笑，笑过空笑，恩怨妄言拍脸再逍遥。翻开你人生的简历，发现你上身多美丽，该如何看待你自己，时间该在为你支配，是那些人魂不下界，出动了情报就下跌，选那条路都不好走，啥子兵我都不抗拒。喂不喂不 come on，介绍我非常优秀的琵琶老师李琼，掌声。以及我们的中国大鼓鼓师刘晓颂老师和郑宇老师，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，谢谢。男子汉别走呀，怎么特别男子汉的感觉？哎呀，这种心态你怎么样？我喜欢啊，舍我其谁。对，